嗨，小可爱。在丽莎老师的课堂上，想学点什么？你是新来的助理吗？锻炼的机会应该多留给新人。要出门了吗？今天就临时来一场实战练习吧。别逃哟，可别上瘾哦。魔导师大人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现在的我不过是一介图书管理员而已。